在点的时候适当的给它流出来就行了。我觉得这儿啊，哎，我这画头顶在这儿，耳语，哦，刚才那个眼前眼后，咱们现在给它点出来啊，后脑勺，画到哪儿想到哪儿，这脑子里头要有这个概念。大家要注意啊，一定要找到它背部的这条线，这条线在哪儿呢？这条线在这儿，往下去，这条线在这儿，然后我换这个笔，近处翅膀，远处翅膀，我这个胸这还没画下来呢，接我这个尾巴呀，打个稿，它是该朝下了。